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孙悟空的语音台词啊。如果大家想欣赏更多一些语音台词，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“伟哥解说”，回复英雄名称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孙悟空，俺老孙来也。有妖气，取经之路就在脚下。呀呀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哗，嘿。斩老孙一棒！师傅！给俺拿开！俺老孙回来了！好啊，打得好！哈，大闹一场！俺最喜欢吃桃子，嘿嘿，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嘿嘿，道行太浅，老是回家做宅男。哼，俺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到了胜利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嘿嘿，看我七十二变，看在俺饶了你们的份上，快叫孙爷爷。看这儿，师父，送佛送上西，桃子吃完了，想着俺害怕，做梦。妖孽哪里逃？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俺老孙也是风一般的男子。